可以那个嘛，来出发时间。为什么不理我？你的 original 啊，直接他妈不屌我哎，几百。第四届的英雄，神奇厨师啊！炸杀翻天！听取说明，派一个人挑战，然后付钱，轻松就能参加哦！啪刷啪刷砍光光，嘿嘿，输掉人什么都没有，也不会退钱。百人斩，我记得这个有200人斩，他说真够胆小的。等我练强一点嘛，这么嘴。也不看看我现在在40等，快160等要练啊，朋友。最后被痛打一顿。参观竞技场，杀翻天！仓库时间都还没有出发哎。仓库其实蛮好玩的。今天有工伤吗？没有。为了打电动，我推掉超多工伤。起飞！再要四海飞透透，到了。贝利贝鲁，感谢。
睡。没事。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有完整的时间轴剧情可以提供，该要多好！这样我就不用这样四处探来探去，也是蛮累的。柑橘软糖吃完了，猪是不是啊？啊，一定是李达。玩水小哥，你想过去的话就过去吧。哎，谁？这种时候才会想配合啊！我靠，这么嗨是？有进就有出，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哇！用你的头去撞人家尿尿的地方，哎，就是这样子。所以从那边进去，在下面也是蛮麻烦。起飞！狗猪店，七种各一份，这么巧，我好像有。啊！我什么都没有，这么巧，我有这个道具组合，啊，这么巧都有了。
交出了大白菜，哎，要立任何火焰石，火焰石。彩痕书签，大哥之血时间轴跟数几期的方式贴在迪斯科德给你了，有迪斯科德好，我等一下看看。利刃现在是怎样？要有利刃跟火焰石，我有利刃这种东西啊。啊，到底它是算武器还是算素材？哎，有利刃，火焰石我一定有，我先打了一口票。上一任的大头目。他们在讲话。哇，两个人互相翻译。劫孽缘称号，占领地图，
只要在野外建立营地，就会自动被画上记号，那一带区域会变成拉比特的地盘。被标记的地图可以从简单的世界地图里用显示狗地图来确认，也用同样方式扣到密码，得注意不要输了。其实蛮麻烦的。开狗地图，嗨哟嗨哟，好啦，やるわよ。この力。显示狗地图，哈哈哈哈哈！啊，烦死了！而且这狗太快吧，它直接从正上方冲到左下角去。刚在俄罗斯讲完话之后，就直接在非洲了。すごいね。露营。哇，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大一块？我就这样一个小鸡鸡啊！啊，这样了，我可以在这边再躺一下，休息太急。技能克特测侦测仪，克特猎人，夜深蓝，感谢，这样就会学到新技能。如果是好玩的，或者是辅助用还好，有一些战斗技能要靠这种方式学，超尴尬的。我也不喜欢这种设置。
一直咳啊，就之前喉咙受伤啊，还没有全好、啊，慢慢来。这好爽，还可以这样一坨，我觉得小鸡鸡，小鸡鸡。反正人都在正上方了，把上面的地图迷雾也开一开好了。耶、yeah, ，清洁溜溜。哦，気持ちいい。好。一会儿快清完了，啊，这样还进不去啊。料理工会不知道能不能玩呢？奔他说要在这边找那个什么联盟的什么断野工会是在哪？睡。少年夜难眠，学员都市的支线，
那不如先跟我讲时效性的好了，如果有没有时效性的，我还可以之后那个，我还可以之后在围王之前一次弄完。这个时候，现在后面不是应该放着一把剑吗？那还是不能加好。万能菜刀，非常锋利的菜刀，也被称为传说中的白菜刀。
谁来帮忙 ？Levin 啊，小游戏哦。听取说明吗？帮客人点餐，到委托厨房制作，做好之后送到位置上，点到就结束了。根据状况调整薪水，加油吧！点餐只有一次机会，小心不要漏听了。只能委托柜台一张点单，做好时送到，送错数量客人会生气，请小心。开始。煮狮子套餐一个，麻婆咖喱四个，狮子套餐跟意大利面套餐两个。超好喝茶，狮子套餐一个，然后还有什么？麻婆咖喱四个，点餐，给你。啊，弄错了，好一大堆，干嘞。蒸酒圣代一个，麻婆咖喱一个，意大利面套餐不要，特制饭三个。特制饭在哪里 ？Saki Bowl， 我没点这个。操，到底要什么？两个涅格涅格套餐 A 两个，冷辣中华，他妈有多难弄？冷辣中华一个，套餐 A 两个，还有什么？我忘记他要什么了。对了，特制饭三个，鹿龟锅一个，超好喝茶四个，特制饭三个，鹿龟锅一个，超好喝茶，我已经忘了，妈要记得太也是困难，浓稠鸡尾酒。圣代一个，鹿龟锅一个，浓稠鸡尾酒，还有什么？难度太高了吧？三个特制饭，好喝茶，涅格涅格，等很久啦！但你是最快的那个嘞，巨大甲壳之四个，三个中华，两干甲壳之四个，三个中华。大甲壳子在哪里？黑暗锅一个，圣代四个，黑暗锅一个，圣代四个，黑暗锅一个，圣代四个。还有什么曼德拉四个？你搞错了吧？我搞错了。酱油五千九，其实蛮多的嘛。
事了。不对。去港口跟那个沙漠的城镇，港口蛮近，先去沙漠好了。有飞空艇真是太爽了、啊！国际号，看一下。哇，这里已经是人家地盘了，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吗？依頼の通り、本を渡してきたよ。ほら、これ、受け取りの証。おお、まさしくノビスのものです。助かりました。本、それではお約束の報酬を。また何かあったら。ブレイブベスペリアによる。それではまた。それではまた。友情の証。なんか素敵ですね。どんな内容の本だったんでしょう。別に普通の本だったわよ。経済書みたいだったけど。レイブン、中身見たの？なんか不都合あった？いや、別にいいんだけど。もし依頼人さんのプライベートが隠されてたらどうするの？別にいいんじゃねえの？干渉しなきゃいいだけだし。経済省ね。花も色気もねえな。恋愛物語とかが男同士の友情の証だったら逆に面白かったのにね。面白いか？とりあえずこれでユニオンの初仕事これにて終了だね。これがギルドの仕事ってわけか。うん、これが曲がりの剣だったら魔物退治の仕事中心に仕事の紹介を受けるし、ギルドドマルシェは商品の発送とかを受けたりしてるんだ。で、ブレイブベスペリアは運送なの？いや、僕らは…まあ、いろいろと仕事を受けながら考えてけば…そうだね。そうだね。看一下，渔夫锅。
哇，这个年代有卡式炉哎！增加 OVL 剂量表，这么好，可超大壶，超大壶，回复 TP， 水果圣代，可丽饼，草莓蛋糕，这是那个吧？这是我刚 DLC 里面送的，超大壶提升魔法防御力，超大壶提升魔法攻击。哎呀，吃到爆！哎，每次打完架就吃，方便的。哎，不小心吃下去了，妈的！哦，有料理快捷键，每次打完架就吃。好的，这两个小支线解完了，继续全程走透透，走完就可以解主线了。希望今天能学到妙语啊！反应差真多耶，
妖塞鸣人，小巴黎比大小，我大。嘿嘿嘿，啊，激素我素，哦，猜中了。这边要玩到赢才会有事件者。哇，让你看看什么叫大大大。猜错了，不要看啊。这个好麻烦了，靠赛靠赛支线，打，鲁文文世界里面就只有大大大而已。都才猜得对啊，大反正不用钱，我就在这个地方一直按 A 按到过为止。
小。啊，小。小这时候如果玩的是 PS4 版，我就可以去拿喝的。我还有一瓶已经够了。怎么可能？怎么会没有大大大？这样也小，不行了，一定要猜一次小鸡鸡了，大大小，大，完了。小鸡鸡哦，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支线啊？算吧。来了，大。来了，小。漂亮，来了，手到胸口，大大大，漂亮，终于是结束。小狗萌哒哒，感谢。新骰子名人利塔，潜伏接近的新刺客之章，新
摇骰名人。他还可以玩呢、欸，只是答对送东西而已吧，有称号就好了，别玩。这个是哦，哈鲁鲁。得到了一个传闻。小剧场还要吃料理300次，天哪！哪来那么多料理给我吃？哇靠，好屌！你学到了后会有期，没什么屁用的技能。卷起旋风，吹飞敌人的中阶魔法。
加减了，少数的风属性魔法。简居地，都是一些小传闻，不过好像都是支线的开端的样子。好的，哈鲁鲁也结束了。仓库整理事件。人生只剩下早餐，感谢帮忙整理仓库吧。请移动箱子来做出通道，并回收三个宝箱内的物品。但只要回收到了一个道具，但没回收完所有道物品就结束的话，就会无法再次进到仓库内。要重新来过的话，请按一下 Y 重置或是选择停止。仓库翻 des， 哎 push。怎么办比较好呢？要怎么整好才可以全部拿到呢？点播困难的是呢。reset。
这里的种不行，喵查尔，感谢。啊，什么人意呢？哎，这样怎么办？哎，只能推上去到底。他过来，推。要先推过去 ，push， 一嘞 ，push， 奇居软糖拿到一个了，嗨，往右上方还有一个。这样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下面跟上面都取得呢？这里应该是一定要推，这里也推。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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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过不去呢。先放着。奔奔奔奔。这里要两格才过得去，哎，不用哎，这是一格就可以了。可是这样就上不去上面嘞，啊，那你还可以，没有问题。Go go go！ Nice， Leech。剩下这一格可以怎么过去？有三格可以推，不过那个推不到了。这个可以拉出来，这边应该要先，哎，这个怎么？